者詹香马台北报道。调进文，近来在女儿步步 BO 优餐加育儿实境节目妈妈是超人三，一人好友方志友带女儿 Neil 现身，二岁多步步 MIA 为玩具展开争夺战，可爱互动却引来网友放大检视，骂声不断。金神 Neil 的爸爸杨明威出席未来电影台自制电影还没向前冲，坦言有看到网友评论，夫妻俩一开始的却有点难过，但已经表示好心情，同时也半开玩笑喊小朋友本来就会吵架，吵一吵又会和好，吵吵闹闹也是成长学习的过程，是我们没教好，大家别再骂了，帮你的求情。未来电影台自制电影台妹向前冲金举办记者会，导演总导演马建达，执行导演张天林、林心磊、曾少宗、杨明威等人现身。曾少宗为饰演高富帅，短短二个月时间锻炼，只吃水煮低碳水化合物，体脂整整掉了4%，练出精壮好身材。女主角林心磊跟他对戏演滨海害羞，曾少宗尽笑喊，但戏杀情完就进入冬天，立刻放纵自己大吃，现在已经消疯了。杨明威、曾少宗今聊到喝酒话题，两人都坦言爱小酌，杨明威每年还会定下戒酒月，整整一个月滴酒不沾，光四月不喝体重就减了4公斤。29岁的他笑喊戒酒以后，连外表也回春，还被邻居误认成大学生。曾少宗则表示杀青酒当天他喝太嗨，开心到在马路奔跑惨摔，自此之后他就开始节制尽量少喝。台妹向前冲试片，杨明威、左起曾少宗、林心磊、张天林。记者吴顺祥社，台妹向前冲试片，杨明威。记者吴顺祥社。